小花，小芬，怎么？小花，小芬，小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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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
唐人街的人都已经死光了，你好拆迁是不是？胡乱讲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更何况你是一个我出钱支持选举出来的议员，这样跟我说话，无所谓了，我现在马上组织人开始救援。 媒体和民众对我们的怀疑很大，公司的股价也发生了动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找到视频里的那个人，让他做个见证。我需要一个全新的故事，成为这个城市的英雄。他们真的对不起。 是真的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快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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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很幸运，常先生，我女儿呢？我女儿江小胡呢？啊，江小胡，知道，知道。常先生，那她猜在哪儿？常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我女儿在哪儿？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你想见你的女儿可以，帮我一个忙。你别说一个了，就十个、一百个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。放出鳄鱼，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，也是你。这不是？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想不想见你女儿？事成之后，我还会给你一笔钱的，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想想吧。其实，所谓的怪物呢，是一只名叫古斯塔夫的非洲巨鳄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将鳄鱼抓住了。各位，唐人街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怎么办？而将鳄鱼放出来的人，我们也找到了。就是咱们去唐人街的领子吗？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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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但是，毁了这一切的不是古斯塔夫，而是查沃，是查沃，他破坏了唐人街的信号塔，是查沃，他为了唐人街的土地，让他们接收不到预警的信息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替他撒谎。绑架？你想见你的女儿可以？不会吧？这种人啊，真的吗？帮我一个忙，你们是一个，就是十个、一百个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。放出鳄鱼，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，也是你。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，就是他。就是，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把它关掉。想不想再？把它关掉，把它关。查沃先生，你演了一出好戏。有种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喂，喂喂喂喂，大家快跑，有鳄鱼，快跑啊！我忘了告诉你，你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把他带走。Don't touch me。我会走。
出来，我一死，你再继续耍。不要，饶了！